这一款的话是配色极夜黑的这个 525S， 然后19寸的一个轮毂，19寸的轮胎，然后隐藏式的门把手，后备箱的话是一个560升的后备箱。我离近点看，有点儿。然后这个色的话是有一个镀铬门条的，这是全系都有一个镀铬的一个门框。车门上这些搪塑工艺的软包啊，都是这个仿皮的。座椅也是仿皮的，这是 525S， 如果说是高配的话，它的是个真皮的，然后门框门扶手这块的话，它是麂皮阿坎塔罗的麂皮啊。屏幕的话是这右边的这块屏是个双联屏，贯穿式的双雷屏，它的尺寸是20.3英寸，然后仪表屏的话是12.3英寸。氛围灯是自带的啊，氛围灯是自带的。这边的口的话是慢充口，与之相对应的那边是这个快充口，它的这个快充和慢充是分开的。